你这个猴啊很艰苦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很艰苦的。你这个猴子爬在山上，两个手啊抓住那个上面，但是两个脚啊腾空啊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很累，而且你想做的事情你后面没有后援，没有着落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不要哭了，台上人救你了啊。这一年你很不顺。他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了，我讲给你听了，不要难过啊。台上教你念经，你可以改变的，好吧？首先呢，要记住啊，头发不要遮住前额啊。很多人傻傻的，你知道天庭啊为主啊，一个人的命运一生啊，天庭要亮出来啊。很多人傻傻的，你去看看天庭亮出来的人运气都很好，把额头遮住的人都倒霉了，傻的不得了啊。你看看现在的小孩子，真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前面全部遮起来，就留了眼睛出来，晚上出来你们吓得不吓得？听得懂吗？好好的改变自己了。你这个两个猴，这个猴子，两个手抓住山上，而且两个腿都是腾空的，所以你真的很辛苦啊，也很可怜的。那我应该怎么样？你现在马上要改变自己的话，首先你必须每天要念大悲咒，增加你自己的能量，因为你现在阴气太重，听得懂吗？阴气太重，所以你必须念大悲咒，增加自己的阳刚之气，明白吗？还有心经。心经要念21遍，开点智慧吧。而且你这个人很容易被人家骗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被人家骗2次了，大哥。对，黄金。台长厉害不厉害？你看看台长跑到加拿大做了几十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让你们念经，让你们改变你们自己的命啊！真的，谢谢大哥。Thank you.
看看能卖出去吗？他就想骗你，听懂吗？实在你不行的话，你找个朋友能说会道的让他去。行，听懂吗？台长，您教你，如果台长能够在澳大利亚啊，在那个加拿大以后长久居留的话，我帮你取钱。我告诉你，我用不着讲的，我一念一道，什么都解决。你相信不相信？那你麻烦你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就麻烦你。好了，那个自己教你，现在开始为了这个房子卖掉，你每天念准提神咒49遍。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准提神咒这个咒是心想事成的经，所以很短的，每天念49遍，可以让你很多事情能够做成功的，好吧？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啊，没问题的。那我还想，不好意思，问一个小孩的，07年属猪的，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灵性？07年属猪的是吧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有灵性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停的动。对。你要注意啦，你要每天给他念心经啊，听得懂吗？每天给他念，每天给他念心经。念多少？心经每天至少给他念20遍，而且给他多喝水，这孩子缺水。缺水。听得懂吗？多喝水，在小孩子的床底下放一盆水，啊，床底下放盆水，啊，小孩子很缺水，家里的右手进来的地方最好给他弄一弄盆水，或者弄个小鱼缸，啊，好吧，我告诉你啊，右手是风水位，是有财运，如果这个地方有个小鱼缸的话，你家里的财运也有点改变。右边手，不是我，是我的亲戚。啊，那你一样，你就是把头发刮剪剪，刮。花两天去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其他没有什么问题。其他啊，其他你自己的腰要当心一点，对，最近这里颈巴很容易痛，颈椎和腰都不好，对，明白吗？其他没什么问题的。那不能再问了，换给人家吧，好。